聊斋志异》是我国文学史上著名的短篇小说集，作者蒲松龄，山东淄川蒲家庄人。《聊斋志异》虽然谈狐说鬼，实际上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，批判了不合理的科举制度和婚姻制度，寄托着作者的满腔孤愤。作品多是运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，具有想象丰富、构思奇特、情节曲折、境界诡异的特色。眼下灾情紧迫，各位大人就先说说吧。下官向秦大人报请赈济灾民，可是秦大人他一直都置之不理呀。哎，秦大人身为巡抚，可他不但不赈济灾民，反而向朝廷瞒灾谎报，难道各位还指望他能解救灾民吗？听说秦大人让乡绅商家可捐助了不少银两啊，可是灾民至今没有见到一分一厘的银子，这岂不是借赈灾之名搜刮民财吗？饿死的灾民日益增多，再这样下去就得尸横遍野了。眼下别无良策了，只有一面再向朝廷告急，一面立即开仓赈济。父亲，这里的以开仓赈济的以字是不是该是你字啊？这里没错，眼下不能再报你开仓赈济了，而只能向朝廷奏明以开仓赈济。这就按底稿去抄录吧。好。习大人，没有朝廷的批复，如果擅自开仓，一旦圣上怪罪下来，不要说下官等人，就是习大人恐怕也担当不起啊。那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灾民们一个个的饿死吧？如果能让黎民百姓免遭饥饿之苦，本官虽死无憾。
你是谁家的女子？深夜里跑到这儿来嬉闹，你到底要做什么？你是谁？小女并非阳间女子。你以为我西方平还怕鬼吗？公子不要介意，小女真的是一个屈死的冤魂。难道阴间的鬼魂就可以不讲礼仪，在灵堂前任意嬉闹吗？就可以不顾廉耻，在深夜里和不相识的人戏耍吗？我吗？小女方才所为确实有悖常理，请公子恕罪。啊，学生因家父身遭不幸，悲愤欲绝，没想到竟在深夜受人戏弄，所以才讲出方才那一番苛责之言，还请姑娘见谅。小女深怕公子悲愤郁积于心，只想对公子做一些宽慰，可是小女和公子身处阴阳两界，倘若小女贸然出现在公子面前，又怕公子受到惊吓，无奈之中小女才做出了刚才那些有失礼仪的举动。多谢姑娘如此细心垂怜，学生没有想到像姑娘这样一位阴间的鬼魂竟然如此深明大义，可是在这样时家父竟蒙受不白之冤，饮恨而亡，请问公子，令尊大人是如何被杀害的？是巡抚秦世禄陷害的。那公子为何不向圣上申诉呢？这是圣上的旨意啊。朕昨夜看到了河南巡抚秦世禄的奏章，秦世禄在奏章中说，河南今年五谷丰登，全省仓廪充盈，各州县百姓丰衣足食，安居乐业。朕见此奏章深感欣慰啊。陛下，河南今年五谷丰登，此乃陛下的鸿福啊。河南百姓沐浴皇恩，无不拍手称颂。秦世禄一向忠君勤政，不辞辛劳，日前又亲自进京呈送奏章，请茶，望陛下宣召，对其嘉奖。各位大臣，以为如何呀？啊！礼应嘉奖，恭喜陛下奏改。吉刚，臣在。你身为左都御史，对朕的问话为何一言不发呀？陛下，臣冒死起奏。你有话就直说吧。秦世禄的奏章纯属满载谎报，据臣所知，河南今年连遭水旱灾荒，有的地方颗粒无收，百姓只能以草根树皮充饥，仅开封一带饿死于沟壑的竟有数千人呢。秦世禄竟谎报丰衣足食，此乃欺君罔上之罪啊。陛下，纪大人纯属诬陷忠良。你身在京城，怎么会知道那儿有灾情啊？
为何竟出此荒诞之言？臣昨日收到了河南监察御史席廉的咨文，咨文中对河南的灾情讲得极为详尽，请陛下明鉴。张大人，今天皇上不会召见你了。哦，我明白，刚才我都听到了。你放心，这件事儿我来斡旋。哦，多谢张大人。锁着门呢，嗨，给我砸开！哎，为什么要这样弄虚作假呀？秦大人从京城赶回来，听说朝廷派钦差来了，是来开仓放粮吗？哎。习大人不是已经开仓放粮了吗？嗯，等着瞧吧，不定出什么大事呢。是吗？平儿啊，此次爹爹奉旨回京，吉凶难卜，我走之后就剩下你自己，你要好自为之。父亲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难道就因为您仗义执言开仓赈济灾民吗？平儿啊，你是知道的，爹爹一向是患囊廉颇，没有什么给你留下的，你能得到的呢，恐怕只有爹爹的一身廉政和清白。父亲，是福不是祸，是祸躲不过呀。起来吧，啊，平儿，起来。老爷，外面车马已经备好了，各位大人在水榭等着呢。啊，走吧。哎，习大人，习大人啊，习大人，各位大人，习大人，各位大人，大人此次奉旨回京，朝廷必将另有重用啊。是啊，是啊，身无寸功，谈何重用啊？或许。正如各位日前所言，圣上对本官会有所怪罪。圣上明察秋毫，不会有所怪罪啊。是啊，是啊，但愿如此啊。啊啊，感谢各位前来相送啊，告辞了啊。多保重，齐大人，多保重。大人请慢走。保重啊，齐大人。青山常在，后会有期啊。后会有期。啊，
子。公子，请用餐吧。小谢姑娘，为何不显身影啊？这里有罗汉神像。这里已经多年没有香火了，罗汉已经成了废像，你不用害怕。公子吃粥吧。多谢姑娘。姑娘，你也吃一点吧。公子忘了，小女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呀。请问姑娘，到阴司里递诉状也需要证据详实吗？嗯，这和阳间是一样的。那这诉状写不下去了。为什么？学生只知道那个钦差到河南巡查之后，圣上就以欺君的罪名将家父斩首了，这分明是遭人陷害，可是学生没有真凭实据啊。那个钦差是个赃官，他收受巡抚秦世禄的贿赂有好几万两银子。姑娘，你怎么会知道？此事说来话长。姑娘何不揭开面纱，直言尽意？小女家住洛阳，洛阳知府听说小女有几分姿色，定要纳小女为妾，但家父是个举人，怎么肯让小女去做他人的小妾？那个知府见家父执意不允，便以莫须有之罪把家父投进监牢。小女为了解救家父，万般无奈之下，只有以身相许。到了迎娶那天，小女一走出轿子，便一头撞死在廊柱下。学生没有想到，姑娘的秉性竟如此刚烈。一个柔弱女子面对豪强，也只有如此。可是小女的一腔冤仇却无法平息。小女本想向巡抚秦世禄申诉，没想到巡抚正在做那些徇私枉法之事。歇会儿，歇抽口烟。嗯，哎呀，歇会儿。哎呀，哎，我说啊，这秦大人让咱们昧着良心做这伤天害理的事儿，这不是造孽吗？哎，咱们当差的还不是奉命行事啊？只要他给咱们银子，管他什么良心不良心的。哎，真是。我说咱把这粮食倒在村口上得了。到村口怎么交差啊？还想不想领赏啊？哎，你怎么了？哎，你怎么了？哎，我哎，你怎么回事啊？来来，抹点香灰。抹香灰怎么平白无故呀？你看看这是怎么说的，气人啊。这树皮怎么都剥光了？是被牲口啃的吧？要不就是庄户人家包去当柴烧了。嗯，哦，大人，请这边。哎，请。今年的粮食够吃吗？
收成还好吗？日子过得还可以吧？大人，您别理他，他是个哑巴。你才哑巴呢！不是哑巴，你不说话呢？人家不让说。谁知咋回事？大人，请里边。这家怎么没有人呢？大人，您有所不知啊，此地有一种陋习，秋收之后，全家人都要出去讨饭，留下家中的粮食，以备明年春荒之用啊。啊，大人请。请请。慢点，这家一定有老人。连寿材都准备好了。这声音有点不对呀、里面好像装了什么东西。来啊，打开来看看。是。哎呦，真没想到啊，这粮食多的没地儿放，都放在寿材里了。不行不行，不许进，这是我的家，问你呢，为什么不让我进？回来。老人家，今年打了这么多粮食啊，连寿材都装满了。粮食啊。你看看，这粮食怎么来的？老人家，今年粮食丰收，全托圣上的鸿福啊！圣上的鸿福，哎呦，哎呦，这下咱们可有救了啊！老天爷给咱们降下粮食来了，粮食，有救喽！奶奶，咱们有吃的了。大人，您今日四处巡查，不胜劳累呀、圣命在身，哪里敢言劳累啊。大人，您明察秋毫，四处巡查之后有何见教，还望大人您明示啊。秦大人，你那五谷丰登的奏章是否有浮夸之嫌呢？这大人，我如果你的奏章这样写，今年有的地方五谷丰登，有的地方阴灾欠收，以丰补欠，全省百姓尚可安居乐业，岂不更为妥当？下官之所以未向圣上奏明，是怕给圣上添加忧烦呐。你在京师已经知道有人弹劾你无视百姓疾苦，瞒灾谎报啊。哎呦，下官一时唐突，没想到就蒙受如此不白之冤。下官祈请大人垂怜，若能得到大人的呵护，下官将永世不忘大人的恩泽。秦大人请起，请起。离京时张大人曾经对本官有所嘱托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大人，下官告辞了。好吧。秦大人，此事如何向圣上奏明，尚需仔细斟酌呀。大人，下官给你准备了一些土特产，还望大人笑纳。身为钦差，怎能受礼啊。哎呀，一点小意思。下官告辞，下官告辞。来人呐，把箱子给我打开。是。不要再打了。别动。令尊大人一生清正廉明，却惨遭赃官陷害，请受小女一拜。
不知家父的冤魂如今在何处飘荡。令尊大人安理应在王死城。王死城？屈死的冤魂在王死城是不会受苦的。那是上天有眼，姑娘。哦，小女不能停留了。起来吧，大老远的赶来，一路辛苦了。谢夫人。李管家，带他下去用餐吧。是。翠儿，娘，你爹爹派人送来家书，你快看看，你爹爹在家书里面都写了些什么。哎，翠儿。你怎么了？娘，爹爹在信上说监察御史习大人被斩首了。嗨，这有什么大不了的，不就是处这个官吏吗？娘，你好糊涂啊，不是您和爹爹把女儿许配给习家了吗？啊，是习家。这么说是亲家遭难了。翠儿，你赶快看看你爹爹在家书里还写了些什么啊。你爹爹在家书里面究竟说了些什么啊？娘，你让我怎么说呢？翠儿。李管家，夫人让您看看信。哎，李管家，你给我看看。小姐看了什么也不说，只是一个劲儿的掉眼泪。你快看看，老爷信里都说了些什么。夫人，老爷说监察御史席连被朝廷斩首，为免受牵连，要赶快退婚，让夫人接到家书后把席家订婚的聘礼立即退回去。嗯，那有老管家就赶紧办吧。哎，相识啊，明年秋梅。哦，望公子早日相识得中，好和我翠儿啊成婚。多谢岳母大人。学生一定遵照岳母大人的旨意，好好读书，争取明年相识得中。翠儿，你在想什么呢？娘，翠儿啊，你爹爹这样做自有他的苦衷。你想想，如今席家出了这么大的事，要是不退掉这门亲事，你爹爹能不受牵连吗？连席家公子都未受牵连，爹爹怕什么牵连呀？就是不怕受牵连，如今席家家破人亡，做爹娘的能眼睁睁的
看着女儿往火坑里跳吗？娘，当初是爹爹和您把女儿许配给席家的，如今女儿誓死不渝，我生是席家的人，死是席家的鬼。翠儿，翠儿，公子，小女在王子城里到处都找遍了，一直不见令尊的下落，后来才发现令尊在城隍的牢狱里关押着。家父在阳间含冤而死，为何到了阴间还不能伸血啊？其中的曲直只有见到令尊大人方可知晓。有劳姑娘，请即刻带学生到城隍那里据理诉状吧。公子随我来吧。公子，这一状告下去不知要遭受多少磨难呢。即使赴汤蹈火，学生也要问家父，深渊昭雪。公子，你要紧紧抓住我的手。哎呀，都什么时候了，公子还顾忌受受不清啊，闭上眼睛。父亲大人，父亲大人，孩儿席邦平叩见父亲大人。平儿，是平儿，平儿啊，你我幽冥永诀，没想到还能在这里见面。父亲，孩儿万万没有想到，父亲竟然被关押在这里，被他们折磨成这个样子。有个判官是秦世禄的亲戚，狱卒们也收受了贿赂，他们不分白天黑夜对我进行拷打。走走，快走，父亲。平儿，父亲，你们这群恶鬼，我父亲在阳世蒙受不白之冤，现在还被你们折磨成这个样子，我一定要为父亲伸冤。公子千万不能这样，赶快离开这儿，否则更要加罪令尊大人了。快去城隍那儿递诉状吧。
呀，今日城隍不坐堂，我们还是明天再来吧。那我就击鼓鸣乐。公子，你何必呢？击鼓是要受刑的。宁可受刑，我也要立即见城隍。疯子，放开我！下跪何人？草民，喜放平。你状告何人？河南巡抚秦世禄。来呀，把秦世禄给我缉拿归案，当堂对质。啊，且慢。老爷，此人貌似仁厚，却暗藏奸刁啊。下官以为，不妨先做些查访，然后再升堂审理。还在做美梦啊，快醒醒。你是谁啊？你不认识我了？我是死了的胡平啊。你到这儿来干什么啊？西莲的儿子在城隍那儿递下了诉状。哦，要不是我拦阻，无常早就把你拘走了。哎呦，那可怎么办呢？你赶紧准备金银财宝，我好即刻替你疏通啊。哦，准备金银财宝啊？城隍也要金银财宝啊？哎呀，一样，阴间和阳间都一样。哦，老爷。你嘟嘟囔囔的跟谁说话呢？跟咱们家舅爷说话呢。你再胡说吧，这里哪有人呢？哎，他是个鬼。赶快准备这金银财宝啊！来人，下官拜见夫人。胡判官，你找我什么事儿啊？下官带来些实心的礼物，是特意孝敬夫人的。嗯，把礼物呈上来。夫人，请看。夫人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夫人，衙门里有一桩案子，下官想。胡判官，我看你是昏了头了。夫人，你想干什么？去跟老爷说呀！我这府里头又不是办事的衙门，你怎么来找我呀？夫人，有人跟城隍爷状告下官的解账，这桩案子只要夫人跟老爷说句话就能了结呀。
是吗？我哪有那么大本事啊？再说了，你整天守在老爷身边，有什么话跟老爷当面直说不就得了吗？何必还要来找我呢？夫人，下官不论跟老爷多么亲近，也不如夫人您跟老爷亲呢。你小子真会说话，可办起事儿来呀，就像这蜻蜓点水，你还想把案子了结吗？夫人，这只是一点见面礼呀。把箱子抬上来。打开箱子，这是孝敬老爷和夫人的。胡判官，这不成了请客吃饭了吗？菜一道一道的上。下边还有什么呀？事成之后，下官结账另有重谢。你这个判官呐，还真难缠。有劳夫人下官告辞。那个告状的叫什么名字？他叫席方平。席方平，席方平。席方平，你状告秦时禄的罪名，经本官多次查访，毫无实据。按照律法，理应判你个诬陷之罪。本官念你是一介书生，又阳寿未尽，姑且不再追究了。你还是回去吧。大人，家父惨遭秦世禄的陷害，含冤而死，难道这还不是证据吗？你爹是被当朝的皇帝斩首的，这与秦世禄有何干系啊？秦世禄贿赂钦差，弹劾家父，这分明是陷害吗？家父之死怎能说与秦世禄没有干系？你说秦世禄贿赂钦差只是一面之词，不足为据呀。大人为何不拘拿秦世禄和草民当堂对质？此事由本官裁决，不许你在此啰嗦。难道大人你也收受了秦世禄的贿赂？大胆刁民，竟敢诽谤本官！来啊，让他从钉板上给我滚出去！想不到城隍爷如此徇私忘我。不行啊，那个城隍也是个赃官，学生一定要状告他的罪恶。姑娘，你要告诉我到哪里才能申诉。你要状告城隍，只有到明王那儿取缔诉状。不过小女担心你到了明王那儿，不知还要受多少苦刑呢。大冤未能伸冤，
学生岂能畏惧苦难而苟且偷安？公子，在那儿，师爷，公子，请上差多多关照。好说，啊，好说，三天后审，啊，嗯，快点，三，哦，二，看我的，看我的，哎呀，快点，哦，孙子，太好了，终于该我的了，看我的手气了，快点，哎，哎呀，哎呀，大哥呀，大哥呀，你说这像话呀？给钱，哎呀，给钱啊！哎呀，是的，再来一次，夫人，我赢了。夫人，胡判官来了。胡判官，胡判官是谁呀？是谁呀？嗯，就是朝阳殿的吧？嗯，那就让他进来吧。胡判官，请进来吧。哎哎。各位夫人，奉城隍老爷之命给各位夫人送礼来了。哎呦呦，太好了，拿来快点，什么礼呀？哎呦，这个真好看呀，好看呢，太好看了。你看，我看着怎么样？哎呀，好看，这个是我喜欢，我也喜欢这个。娘，我做到了。各位夫人，这些微薄之礼是特意孝敬明王的。哎呦，太大个，让我来打听什么宝贝呀，宝贝呀！哇呀！求求你了，救救我们吧，救救我们吧！啊，我状告的是秦世禄，为什么要捉拿你们呢？是啊，他们不拘拿秦大人，却把我们哥俩关押在监，严刑拷打呀！是啊，西公子，救救我们吧！西公子，月明头，战有主，你们为什么要拘拿这些走卒？哎，西公子，这是明王大人的旨意，他们只打苍蝇不打老虎。说只打苍蝇不打老虎，赶快走吧。这就是调停司，我在这儿等你。席公子，本官在此恭候多时了，请吧。公子请。这位是明王殿上的崔判官，坐，请坐。公子，请用茶。胡判官，你把我约到这儿来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好。那就长话短说，请席公子立即撤回诉状。我递交的诉状
明王尚未审理，你身为明王殿上的判官，为何让我撤回诉状呢？令尊是被当朝皇帝斩首的，这个案子不要说城隍，就是明王也无法审理呀。可我状告的是河南巡抚秦世禄。哎呀，习公子，此案城隍已经审过，查无实据呀。啊，那个秦世禄至今尚未缉拿归案，这查无实据从何说起啊？哼，西方平，你不要不识抬举，如果你不撤回诉状，就把你打进十八层地狱。哼，哎，西公子，西公子，请息怒，请息怒啊！如果公子撤回诉状，城隍可以立即让令尊大人转世，投身于富豪之家，公子还可得黄金千两。不识抬举。嗯嗯，怎么样？待会再说。待下去就行。带西方平，带西方平，带西方平。下跪何人呢？草民西方平。抬起头来。我来问，是何人把你带到明幽地府来的？西方平，你要如实招供。是草民自己来的。胡说，你阳寿未尽，本王又没派无常去拘拿你，你怎么能过那鬼门关呢？京城所至，金石未开，是草民一腔冤情带草民闯入地府来的。你满嘴拽文胡诌，竟敢在本王面前放刁！来呀，把这个刁民拖下去，用刑！走。你招是不招？草民无功可招。难道你就不怕明王爷的刑法吗？明王许此枉法，以酷刑威逼草民，难道就不怕遭受上天的谴责吗？把他拖下去，用锯刑破解。你即使把我捏成粉末，我也无功可招。西方平，我看你还是老实招供，免得受拘解之苦。我无功可招。哼，开锯。这个人呢，秉性刚烈，心怀赤诚，听说还是个大孝子呢。嗯，哎，把军弄偏一点，就伤不了他的心肺了。哎，
西方平已被拒绝，可还是不招，少有过。是。小女求见宁王。殿外何人喧哗？就是他。押上来。押上来。明王爷，您看，小女愿招，是小女把西方平带进地府的。你这个女鬼，本王已经让你托生娘氏，为何还要干出这种事来？小女本是个屈死的冤魂，看见杨世间习大人为民请命，惨遭陷害，小女见义而勇为，望闵王大人赦免习公子的冒犯之罪。哼，你和那个西方平莫非是有私情吗？不不，小女和他只是萍水相逢。既然没有私情，为什么还要替他苦苦的求情呢？小女为习公子的孝义感动，所以把他带到这里来申诉，望明王明察。把西方平和珅带上来。是。把西方平和珅。你见了本王，为何不揭去面纱，露出真容？小女有罪，不敢露面。本王恕你无罪。明王爷，明王爷，来，你把这条带子系在身上，就不再疼了。多谢二位恩典。还疼不疼啊？啊，好多了。走吧。说，是谁把你带到明幽地府来的？啊！是草民自己来的。那你是否认识这个女子？说呀！草民与她素不相识。哼，你还不招我？小女已向明王招认，是小女把你带到明幽地府来的，你就招认了吧。这阮小姐，本王念你年幼无知，又是初犯，暂不追究。小女叩谢明王。本王给你个将功折罪的机会，你即刻把西方平送回阳间去，本王将会对你从轻发落。谢明王。未能伸冤，反而竟牵连到姑娘。倘若小女不如实招认，公子还要遭受各种酷刑，小女实在是不忍心啊。都说天理昭彰，可为何家父的冤屈
竟无处申诉啊。公子，小女听说灌江口有个二郎真君，这位天神是玉帝的外甥，秉性正直聪慧，只有向这位天神申诉了。学生也听说过这位天神屡显灵异，可是不知如何寻找这位天神呢？小女本该送公子一程，只是小女是个阴魂，不能接近天神，而且只要姑娘把学生送到灌江口，学生就感激不尽了。是不是冥王会加罪于你啊？天神御驾，公子，你赶快去吧。草民冤枉！你是何人，竟敢挡驾？接过状子。叫他把头抬起来。抬起头来。一介书生，他是下方人，把他带回宫去吧。你倒是答应不答应啊？不答应，有你的罪受。哼！哎，钱婆婆，您劝说的怎么样了？是啊，您劝的怎么样？那小女子答应了没有啊？各位夫人，老身我是把浑身的解数都使出来了。可是那个小女子，她是铁了心了，誓死不从啊！哎呦，连钱婆婆都劝不了，那可怎么办呢？就是，哎呀，老身我是无能为力了。各位夫人呐，你们自个儿去说吧。钱婆婆，这事儿啊，还是您去呀？去，谁去呀？那还是让她去吧。我，她还是国色天香，我才不去呢。哎呀，别吵了。你们知道吗？那个西方平已经上告到天宫，眼看天将就要来缉拿本王，查抄赃物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听说天神要来查访了，就光凭收受湖畔官的那些礼物，就能判你个贪赃之罪呀。这个怎么办？难道你就不会说吗？是湖畔官特意送给老娘我的，你根本就不知道吗？这话谁能相信呢？瞧你那样，你怕什么呀？天塌下来有大个子撑着呢，那冥王收了多少礼物啊？要是和他比呀，咱收的这点礼算什么呀？还不是人家吃剩下的残羹剩饭。哎呦，什么事儿？就是啊，哎呀，哎呦，哎，怎么动啊？
阮小谢，你跟我来。现在有些疑问需要进一步核查。不许说话。你们俩共同审理此案，定要证据确凿，不许逼供诱供。孙大帝谕旨。叩见王爷。席方平，草民在。你状告秦世禄贿赂钦差，有何证据啊？秦世禄给钦差送去的几箱子土产，可是里面装的全是金银啊，这是小女亲眼看到的。你可曾亲眼看到那个钦差收下这些贿赂？如果没看见，怎么能状告钦差贪赃枉法呢？这岂不成了诬告了吗？回禀九王爷，倘若那个钦差没有收受贿赂，为何向当朝圣上呈递奏折，诬陷家父，捏造灾荒，谎报民情啊？你们稍后，真相自会大白的。这些礼物是何人送给你们的？小弟从未见过这些礼物，我根本就不知道。老爷，您怎么不问问我呀？这些东西都是胡判官特意送给小妾我的，城隍他怎么知道啊？哼！传耳报神！传耳报神上殿！小神叩见王爷。城隍和他的夫人都说了些什么呀？他们是这样说的：听说天神就要来查访，就光凭收受胡判官的那些礼物，就难逃贪赃之罪了。嗨，难道你就不会说吗？那是胡判官特意送给老爷我的，你呀根本就不知道。你们还想抵赖吗？二郎真君，小弟我愿意招认了，请王爷恕罪。请王爷恕罪。末将奉旨去下殿。去吧。左都御史休要害怕，末将是二郎真君殿上的将军。下官叩见天将。左都御史请起。请问天将有何事下？请问左都御史，监察御史席连蒙受诬陷，此事你可知道？下官知道。既然如此，你身为左都御史，为何不向当朝皇上参奏？这是因为张守忠、秦世禄他们把持朝政，捧笔为奸，凡是以他们不利的奏章，他们一律扣押不报啊！请左都御史即刻书写奏本，
末将自有办法。哦，天将，我这里有已经写好的奏章。有眼吗？姚德明，奴婢在。这份奏折为何没有通政司的签号？陛下，奴婢刚才只拿来三个奏折，压根儿就没有这一本啊。你立刻去通政司核查。是。嗯，难道这是天意？我倒要看一看。你说怎么那么神呢？是啊，这么说，吴文华的奏折是伪造的。陛下，朝里也有人私下说，钦差大人弹劾西莲的奏折是假的。急召吴文华进宫。吴大人回京后第二天就病逝了。哎呀，糊涂了，糊涂了。这岂不成了死无对证了吗？吴文华，秦世禄是否给你送过几箱土产呢？送过，下官当时还查看过，可那几个箱子装的不是土产，全都是金银。那你是否收受了？下官身为钦差，盛名在身，岂敢收受秦世禄的贿赂，与其同流合污啊。当天的夜里，下官就把那几箱金银原物退还了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何还要呈递奏折弹劾徐莲捏造灾荒啊？下官在河南巡查民情，车马劳碌，不幸染上瘟疫，因此便病倒在返京途中，下官未能向圣上复命，也从未写过弹劾席莲的奏折啊。那么你可知道那个奏折到底是何人写的？在下官病危时，督察院的纪纲曾经看望下官。据纪纲说，秦世禄与吏部尚书张守忠、彭比为奸，那个奏折是他们假借下官的名义伪造的呀。啊，哦，席公子，本官一向敬佩令尊的清正，尽管本官对张守忠的权势心怀畏惧，但本官的良知并未泯灭。嗯，你们两个还有什么话要说呀？小女险些铸成大错，伤害无辜啊，小女叩请吴大人恕罪。免礼，王爷，免礼了。这不能怪他，是草民深冤心切所致，小民该死，小女有罪。你们几位都起来吧，恕你们无罪。大人请。臣参见陛下。平身，敢坐。臣谢恩。赵简。哦，臣在。你是掌管通政司的，为何送给朕的奏折总是弄虚作假，谎报民情啊？嗯，是不是因为朕
爱听这些顺耳之言呢？陛下，臣以为陛下所思正是老百姓所想，陛下的旨意正是百姓之期盼呢。季刚，赵简这两句话你以为如何呀？陛下，臣以为黎民所想的应是陛下所思的，百姓之期盼才是陛下的旨意啊。陛下，臣以为季大人的话实在是……赵简，退下了。是。朕深夜召你进宫，是想让你替朕拟旨。臣遵命。朕已责令刑部立即缉拿处理张守忠、秦世禄，从严处置。臣遵旨。当年魏征对唐太宗说，兼听则明，偏信则暗啊。朕听信了蛮灾谎报之言，险些贻误了社稷大事，错斩忠臣。朕愧对天下的黎民百姓啊，这道旨意就算是朕的罪己招吧。陛下英明，此乃万民之幸。跪下！明王，你贪赃枉法，滥用酷刑，残害无辜，那个明王承弄的愁云密布，怨气冲天。下官之罪，下官之罪。城隍，你个斗大的小吏，竟如此飞扬跋扈，为了中饱私囊，你徇私舞弊，欺压驱鬼怨魂。小吏我罪该，罪该，罪该万剐，罪该万剐。你们这两个赃官，从即日起削职为鬼，打入阴山背后，永不复用，把他们押回去。走，走。秦世禄，下官在。你为了陷害习氏父子，以民脂民膏贿赂阴司官吏，把明王殿搅得乌烟瘴气，同朽殉殿，让他变为畜类，永世不得超生。饶命啊！走，走。饶命啊！哎呀，饶命啊！饶命啊！饶命啊！畜生！哎呀！哎呀！西莲，你为官清正，本帝命你补任明王职位，你意下如何？下官能得到玉皇大帝的信赖，深感无上的荣幸。从即日起，你要整治明府吏治，谨遵帝命，对贪官污吏要严惩不贷。西方平，你父亲的冤屈已经昭雪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草民别无所求，唯有小谢姑娘的冤屈至今尚未得到伸雪，草民恳请二位王爷。此案由明王裁决，不日便可昭雪。小女叩谢王爷。平身吧。西方平，你对阮小谢还有什么话要说吗？这公子回来了。
是什么？少爷，这是杜总兵家退回来的聘礼。我听说呀，杜家小姐她誓不退婚。小谢姑娘，西公子，我一直在等着你啊。我也一直在牵挂着公子的下落。多谢姑娘，自家父罹难之后，姑娘不辞辛劳为学生四处奔走，学生对姑娘的感激之情难以言表，请姑娘受我一拜。公子赶快起来，如此大礼岂不折煞小女。公子忘了，小女是个鬼魂。如果那样，小女身上的阴冥之气会损伤公子的阳寿啊。既然相亲相爱，何惧阴冥之气？学生宁愿为情而死。小女怎么能因爱慕公子而又伤害公子呢？学生宁愿做个鬼魂，在阴间永远和姑娘相依相伴。公子，你应该知道阴间的黑暗是永不见天日的。难道我们就不能在一起了吗？生死轮回自有天定，请公子多加保重。小谢姑娘，小谢姑娘，阮小谢姑娘，找他做什么？小女想请他查看一下，在阳间何处可以脱生啊？这怎么可以随便查呢？这玉镯，请师爷收下，实在不成敬意。哎，如今新任的冥王严禁勒索受贿，徇私枉法呀，你还是赶快带上吧。那，你跟我来吧。哎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你快来呀！你看小姐她，你看，小姐，小姐，快去叫夫人！哎，小姐。
儿，翠儿，我的翠儿，你不能这样丢下娘啊，翠儿，你到底是为什么呀？小姐醒过来了，哎呀，太好了，没事，快看呐，翠儿，你可缓过来了。小姐，翠儿，你是谁呀？我是你娘啊。翠儿，你怎么连娘都不认识了？我不是翠儿，我是阮小谢。阮小谢，小姐，翠儿，你要到哪儿去呀？小姐，你要去哪儿啊？让开，小姐，翠儿，小姐，你去哪儿？你上哪儿去？翠儿，小姐，小姐，快回去吧，病还没好啊。翠儿，你要到哪儿去呀？我要到席家，我要去找席公子啊。翠儿，咱们都已经退婚了。我不明白，反正我要去找他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你们就别拦我了，让我去找西公子吧。小姐，小姐，翠儿哪儿去啊？翠儿，小姐，林管家，赶快备轿，把小姐送到席家。是。请问小姐，你这是？公子，怎么连我的声音都听不出来了？难怪公子要诧异，杜甫小姐因为退婚忧郁成疾，小女才得以借体还魂。